a girl, but I kinda need a word. Well, I'm into you. Hello, 每个礼拜二的晚上，欢迎收看《不准不漂亮》，大家要跟着我们的脚步变漂亮。当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马上今天要把我们的彩妆神之手的我们今天的彩妆老师给介绍出来，因为有他。就是我们收视率的保证，让我们欢迎尤思琪老师。好久不见。不过今天尤思琪老师啊，思琪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啊，不是说要帮别人，就是从头画到尾，因为之前都是你必须要边讲然后边画到尾。我们今天让你工作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点。其实我本来以为是这样，是，结果后来发现你们是诈骗集团。为什么我们是诈骗集团？如果说只安排一位，你们就是改一下，我就觉得啊好轻松这一集，结果改。只要改好几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彩妆神之手。然后你知道，其实啊，在网络上的调查，有很多男生都在抱怨我们女生出门都要花很久的时间来化妆。然后呢，如果一直抱怨，然后会造成情侣之间的吵架。那如果我们真的完全都不化妆出门，大家就说，哎，你怎么这样带出去没面子？那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化妆，还是说不要化妆？所以今天我们给三位我们的练习生，我们的来宾，三位都是女神哦，我们要给他们各出一个考题，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用快速，就是教你快速出门的化妆方法，最多最多就是六分钟。六分钟不仅能护一身，六分钟还可以快速出护一身。好，第一位练习生，我们赶快把他介绍出来，不然他会在旁边很吵。我们欢迎张文琪。耶，大家好。你在干嘛？不要头发，不要头发，我跟你讲，我刚刚就是听老师在讲的时候，我替他捏一把冷汗。为什么？没有，因为他说就是你们通常都会从头画到尾。对啊，今天他可能一次要画三位，因为我上完之后他又要卸掉一位，因为我会乱画。你会乱画？没有，因为我平常不化妆的。不是不是，文琪平常不太化妆，可是你在节目上是化妆师帮你画嘛？对。但是我想要问，如果你自己真的自己化妆认真画的话，对，你大概要花多久时间你可以出门？至少要两个半。两个半，我跟你讲，光眉毛，我就半小时都是在画别种躺着画的，应该不是坐着画这种。这为什么要画两个半小时？我光眉毛我就可以搞了40分钟。为什么？我不懂啊，我也自己不知道，因为我那眉毛一边高一边低，我非常的就是困惑。等一下，你给老师看一下，思琪老师，他的眉毛有一边高一边低，有到那么严重吗？其实完全没有很严重。他是不是自己太吹毛求疵了？不是，你是不是没有天分啊？没有天分也是一个，没有，但是啊，我觉得今天就是我们节目其实蛮荣幸，我们看到文琪是完完全全素颜哦，对啊，他只有戴了一隐形眼镜就来了，我们真的就甘心没。我跟你讲，那个我的粉丝他们也已经习惯我这样子，因为我在脸书上也时常就是会 po 一些就是我非常就是简单的真实的，对对对。但是哦，今天文琪的粉丝接着下来啊，我们要进行的比赛啊，就是要让他最多最多能够画六分钟。那如果呢，你们都不帮他按爱心的话，他就只能三分钟。对，三分钟就要化好妆出门，那干没空。好，那个另外三分钟就拜托，就麻烦就是我的粉丝他们了。对对对对，星光云的，我们对对对对对，星光云的粉丝，还有张文琪的粉丝，待会儿文琪在化妆的时候，你们不能按笑脸哦，也不能按赞哦，也不能按哭哦，不要，也不能退出族群哦，都不行哦。你要按爱心，要按爱心，一个爱心就是多一秒钟。那最多呢，就是我们会帮你加到总共是六分钟。是，好。然后呢，今天你的主题是，如果男友突然出现在你家楼下，你不能让他等太久，因为男生会爆炸。都已经跑车都开到你家楼下，就是要马上出门，对，能够化一个恋爱妆。是，你有没有一些想法？没有想法，我会叫他直接回家。不要，我没有。我们要破了，对呀、啊，我们要有一点自信心，好不好？好好好。所以现在文琪的粉丝，你们能不能够帮助文琪在三分钟，然后争取到六分钟，就要靠大家赶快用按爱心哦。所以接着下来，你要从底妆，然后眼妆、唇妆，然后腮红全部都画好。我在流手汗。然后呢，旁边的思琪老师不仅会观察你，他等一会还会救你，好，好不好？我都还没啦，我都还没计时，我现在已经听不下去你们。我们现场这边有一个计时器，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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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怎么弄？啊啊，
是怎么弄？哎，你们知道吗？这个比唱歌还要紧张。对啊，哎呀，这是怎么弄哈？主画面打开哦，来来来，计时哦，我们计时三分钟。所以文琪的粉丝，现在你们要做的事就赶快帮他爱心，计时三分钟，开始，开始，开始，快点！好，现在张文琪拿出了一个大家平常在化妆包里一定要必备的法宝，而且上妆都很快，就是气垫粉饼。而且他现在就像是在打蚊子那种力道。啊，我洗。你说很大力，他真的很大，我都听到那声。啪啪啪啪！我跟你讲，我真的平常化妆，我在擦底的时候就是这种声音。哎，安娜安娜，怎样啊？哪里？我真的洗啊！哇，我真的是。而且你知道吗？刚打均匀。刚刚老师，我刚一下手的时候，老师就给我生了一个很大的口气，生了一个很大的口气。哦，各位文琪的粉丝，赶快帮文琪按爱心海，不要再按赞，也不要按笑脸，也不要按哭哦，好不好？就是按爱心就对了，哈。然后呢，帮文琪按爱心，一个爱心就是帮他增加一秒钟，我们看可不可以增加到。时间快到。哈，那时间快到。计时的时间是一分钟的时间。可以让他们按爱心的时间。现在有130个。哦，现在有130个，130个这样。130个是六十几秒啊。两分十秒。赶快按，赶快按，赶快按哦！现在文琪还剩下1分47秒，怎么可能？你们会给他时间太短了啦。我只是1分钟，所以他刚刚可以加2分10秒。可以加2分10秒。所以总共是5分10秒。我应该现在5分10秒，赶快按啊！帮他按到6分钟。好了，我现在应该可以了吧？我觉得。超过计时，你休喊，你让我别动。加啦！黄金六十秒，抢救张文琪，黄金60秒。哈，我好紧张哦，怎么办？哎，他们，我从来，哎，叶小沙说叫你不要下手太重，不然老师很难抢救。要是我就是从头到尾，因为他现在张文琪是要画一个男友已经在楼下等他，他必须要快速出门的恋爱妆，让男友有看到他有恋爱的感觉。好，我先要气色，还有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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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口红，哎，对，就是这个，好，还有时间呐，手机还没叫，哎，手机还没叫，好像叫完之后还有2分钟。你会不会画太红啦？那来不及了，宝贝。不会不会不会，这样亲起来才要有一个嘴印呐。哈哈哈哈哈！太红了，太红了！快点啦！眼睛，眼睛，我的天啊！怎么办？怎么办呢？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等一下哦，为什么变纸扎人啊？因为我每有一次，我就是不小心下手太重。你原本的时间还有23秒，然后我经纪人说：“我靠，你在干嘛、啊？”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怎么了吗？”他就说：“你知道你今天的妆发生什么事吗？”欸啊、为什么不会？我以为要去唱那Nakashi，唱纸扎人。到底为什么不会用这台手机啊？哦哦，现在文琪拿出，你到底在画什么？三分钟快到，我先画眼影啊，眼影是。3分钟。哦，3分钟到了。两分十。他还有2分10秒哦，快点，你们先，赶快帮他计时2分10秒。没有，这边头部在计了。我真的好痛苦哦。哎、欸，你这个会不会下手太重啊？真假的？这边可以救吗？我们是要救哪里呀、啊？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没关系，你就照你想画的画，好不好？开心就好，你就画开心就好。难怪我荧幕上看起来真的腮红太红了。难怪我这么久没有交男朋友，就这样，因为每次去人家都以为他在跟金童玉女交往。怎么办啦？你赶快认真画啦！哎，全哥来嘞！啊呵，他是说，他说怡佩很美啊，你也要称赞一下你们家张文琪。他应该想说，他下一集就变成不是我主持了，你知道吗？我看一下，有吗 ？OK， 好，然后现在眼线、睫毛、眼线，对，眼线那个怎样啦？太红，为什么要弄掉？太红了，会不会很好？这样比较好一点，嗯，自然一点，自然一点，嗯，你男友会喜欢吗？哎，没有，纯硬红，好，再上一下好了。太红，那个太红了啦！不会吗？这那个是里面。什么叫里面？咬唇妆哦，咬唇妆。哎，张文琪好像不太会化妆呢。我好重，好看。上半夜出去了。我觉得是红绿灯，知道吗？我觉得这4小时这集通告费太难拿了。对对呀、啊。
根本就是要命。我准备要放生就好了，随便开心。Henry 说张文琪立马卡冷静哎，还有30秒。Fish 说还好，冲冲冲都有发书画。你眉毛要画吗？哎、欸，你还有30秒哦。20秒。你眉毛不用画是不是？啊，对，还有眉毛。20秒。一堆人说太重哎、欸，太我体重是蛮重的，不是。6 8 7 6 5 4 3 2 1，我这样，等一下，什么东西？好，等一下，张文琪，张文琪，你知道有一堆人在留言说戴佩佩是我们的忠实粉丝，他说文琪你是被鳄鱼咬到吗？妙妙说，请问一下，今天主题是夜店妆吗？我这是台湾那个台湾灵异事件。小乐说你太可爱了，然后妙妙说男友惊吓指数破百，是不是？然后有人说思琪老师在旁边快笑死了，那不叫惊吓，那个叫做惊喜，好吗？好好好好。然后小沙说毁了，下不去了。好 ，OK OK， 好来。然后呢 ，Mike 说你再这样下去，下楼开车门，男友会说不好意思，你上错车。好，老师，我觉得今天文琪要挑战的是，他总共用了5分钟10秒的时间画了一个快速出门的约会妆。对，那其实约会就是不外乎要让男生留下好印象，然后看到你会很想揪你，所以你觉得他的妆哪里就是需要拯救的？应该是整张脸吧。对啊，你怎么知道？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哦，他的妆啊，其实他如果比如说他自己平常，你平常会擦红唇吗？对不对？喜欢擦红唇？还好还好，平常没有。那你知道我都是被咬到变红唇，被鳄鱼咬到，被鳄鱼咬到。喂。没有，你看哈、哦，他的妆呢，你会觉得说，他好像每一个东西看起来都很明显，你有没有觉得？对。那有一个原因，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粉底呢，跟他的肤色不太像。哦啊，真的假的？选错粉底的颜色。对，因为呢，你看像哈、哦，就是他脖子这个颜色，对不对？对。他这个色调跟这个颜色，你会觉得差很多。哎，真的耶。这个颜色比较像是他自然分析，其实很多台湾女生都是这个肤色，就是说。因为我们是黄种人嘛，黄里面带一点红，或是黄比较黄的皮肤、嗯，可是这个粉底是比较灰白的。哦，了解。你有没有感觉，就是这个颜色呢？你只要一上上去，你擦任何颜色在脸上，都会觉得是贴上去，不像是自己皮肤出来的，就很像是贴上去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所以他可能擦红唇、擦这个、擦眼线，你会觉得说哇，就是每个妆都好浓。可是问题是，他现在的底妆没办法救了。那如果说不要从底妆来下手，从别的怎么办法？有没有办法救他，让他变成可以出去约会？来来来，尤思琪老师要动手了，干纸巾来这边，来干纸巾，准备了。这都湿的，这都湿了。嗯，干的纸巾，干的纸巾。好，那我们先哦，就是把。必须说，刚上去的朋友不要害怕哦，老师要来喽。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老师的关系，好不好？哎，专业东西让专业的来，好不好？我就好好的唱歌就好了，好不好？哎，尤思琪老师是彩妆神之手，哎，他救过多少人？真的，我们现在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加入我的唱片。老师帮你画唱片的妆的，是不是？因为再出也没几张了。没有啦，因为歌手没有，因为没有。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替文琪讲话，因为歌手平常都养尊处优，一定有化妆师，他们不太需要自己化妆。对，好，来来来，叫我们救你。有。来来来，好，老师现在呢就直接把他的腮红整个推掉。那有，那你刚刚有画跟没画都一样。对啊，其实我素颜还比化妆漂亮。你确定吗？快点让老师好好画了。没有，我现在就是第一步，先把它的颜色都推淡，包括粉底。哦，哈，从底就错了。它从底没有啦，它的那个底妆跳了，对它来讲就太白了，是太白，太灰白了，太灰白。它跟它的皮肤色调就是两个颜色，所以它就是什么颜色画上去都不太自然。所以它其实应该要挑稍微偏黄一些些的。对，就是自然。你看一下我们这样两边推开的感觉，你会不会觉得这边感觉比较瘦，比较有轮廓感？有喂。然后皮肤比较紧的感觉，可是这边会觉得比较松，你毛，然后法令纹也比较深，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感觉？所以其实文琪是不要画底妆会比较好的。不是，是颜色，底妆的颜色要挑对。哦，了解。好。好。大家赶快多多按赞哦。那我要挑什么底妆啊？
你要挑什么底妆？因为这一集没有讲到底妆，所以还是讲。所以现在老师要帮他拯救，因为如果是文琪的话，他刚帮他推掉了底妆，然后推掉了腮红，所以帮他用腮红跟对，然后呢，假彩跟唇彩呢？对，他刚才用的腮红呢，其实是非常比较偏粉，对不对？那他的肤色里面可能是。突然画这么粉的颜色，跟他的肤色其实不太搭，因为他的肤色应该算是中间肤色，所以他的这个腮红的颜色可能要颜色，比如说多带一点点橘的，对，比较暖一点点的颜色可能会比较适合。可是你知道很多女生啊，平时在选腮红，也许不太会选颜色，就会觉得说，哎，那粉色应该是蛮百搭的，就没想到如果皮肤稍微偏黄一些些的女生，其实是。粉带一点橘会比较好一点，对，因为其实那样的肤色，那样你可能觉得粉色很好看，可是其实粉色在你脸上就是不好看。是，粉色没有问题，是你的肤色要去搭配适合的颜色。那如果说有没有一个公式，说什么样的皮肤的肤色的女生会比较适合带一点点橘在里面？如果你的肤色很明显哦，就是完全是比较偏黄的，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可能穿比如说蓝色啊。然后粉红色都特别不好看的人，你就千万不要选这种颜色，那是最快的方法。就是肤色稍微健康一点的女生也不要选很粉色。健康不一定，比如说有些人健康是一晒太阳之后，就是等整个这个晒的颜色褪掉之后是比较偏红的，就像是有的人的颜，像我的肤色就比较偏红，是我可能擦粉色会比擦橘色好看。了解。所以是要看自己天生的那个肤色的颜色。是，但如果说是晒完之后会比较古铜偏黄的。那种就比较适合橘色，对，那种就是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分颜色的方法，可是颜色还蛮重要的。有人说老师，可是有时候粉色橘色他们觉得有点难驾驭橘色呢有很多种，然后每个人的肤色有比较。白的黄有比较深的黄色，所以那是要看你的肤色。比如说你的颜色比较健康，你当然不可能选一个浅橘色啊，因为你怎么画都不好看嘛。所以你当然选一个颜色比较重的颜色。这颜色好美哦。其实这个颜色最主要是希望画起来是看起来像他皮肤里面真的透出来的，真的多少钱买起来？经纪人爆炸，对，爆炸，有差哎。看一下，我现在问题也觉得我的眼睛很可怕，早就不要画眼睛。有哎、欸、有哎、欸，这个颜色感觉像是他皮肤里面透出来的颜色。对，看一下，好像我真的是看到男朋友，然后心花怒放。对对对对对，就是好像很兴奋看到他的那种感觉。是。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我们带腮红就是比较简单改一下哦，就是这样子的效果。如果你希望它可以比较持久的话，你可以在之后再刷一个，就是粉状的。比如说也是同色，这是他的嘛？对，这是我的，所以我这个是对的，是不是？比较带橘的，就是说你可以上面有没有？比如说现在这个颜色，你希望它再层次感再多一点，或者是看起来再透明一点，那你可以在上面再刷一点点这个腮红粉，然后有没有？有没有看起来就会觉得说更自然的效果，透感。对，那如果你希望颜色重点，你也可以在上面刷一点点它这个腮红的颜色。好好看比这边好太多了。这也是要长长的上吗？还是就是在？可是如果是要上长的或是圆的话，其实是要看每个人的脸型不太一样。对，因为他的脸型呢，其实他的脸型的比例哦，是他这一段就是鼻子到耳朵这一段，尤其是拍照的时候会显得这一段比较宽。对，所以我宽脸。对，所以他的脸的比例里面是这边比较比这这边比较宽，跟这边的比例比起来。了解。所以他在画腮红的时候就是不能打圆的。你不能打圆的，你要稍微有点斜上，是不是？对，也不太能打横的，因为他就会显得这边的宽度会很明显。所以他最适合是稍微有点斜上，然后呢再把边缘稍微晕开来。那如果你要年轻一点的话，当然可以往前，就是眼下方这边可以带到一点点，眼下腮红对一点点。可是呢，这种腮红呢，就是画起来很容易看起来很像过敏，所以，现在
现在我们春夏还流行，因为去年很流行这个眼下腮红，今年流不流行啊？今年有，可是我只是要讲说，流行是一件事，可是你画起来的时候好不好看是另外一件事情。也对啦，有就是比如说他的个性是比较像男生，他其实就把他健康的感觉画出来，他不用去装可爱，你知道吗？是，对，讲这句话就重点。他的个性是他画一些这种健康色，甚至这边好好做修容，看起来他的那个活力会觉得很好的感觉。哎，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笔记，老师刚刚讲了一个重点，譬如说像你如果是像文琪一样脸，你觉得比较 care 它比较宽一些些的话，你的腮红就是要刷斜斜往上，不要刷横的哦，也不要刷圆的哦，好，好，我们这样，我先看一下正面哦，像看这样脸的大小。有你看这样腮红的，这边的脸真的比较小哎，对，这边的脸比较蓬，你怎么了？没有。然后呢，这个是有没有？最主要是你看这一边的脸啊，就是它的腮红的画法是位宽度是比较宽，从这边一直延伸到这一块上来，对对对，所以这一块只要占满这个腮红，它的脸就会往里面压的感觉，就不会是往旁边扩。那你看他这边的画法，包括粉底，包括他的腮红的画法，他是这样斜刷嘛？所以你看他这边的宽度会变宽，然后再来是他的颧骨，其实本来是没有那么明显，可是他这边一画完，你会觉得这个角特别明显。对啊，我那个角。对，那这个角呢，就会因为腮红的那个范围把它压进去的感觉。了解，哎，所以光是一个修容跟腮红就可以。救一个人很多，真的哎！你看，老师只有帮你画腮红，两边的脸就看起来不一样大小哎。而且我那边比较顺。我跟你讲，我最痛苦的就是我的颧骨，因为我颧骨比较宽。那有时候如果瘦的话，我这边脸就会凹下去，就会更宽，对不对？看起来更宽。其实比较瘦，我觉得他这边有一点的肉是比较好看，脸型比较顺。好，那画完腮红之后，老师他的那个红唇是不是也要帮他救一下？其实呢，我特别要讲一下红唇，因为他的脸的比例，我们刚才讲说这边比较宽，对不对？对。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他的鼻子跟嘴巴都是很小巧的，对。所以呢，他的这个比例因为没有很大，所以就会。反正这个比例就会变大，所以他的嘴巴呢，因为不大，然后嘴唇不算厚的，所以呢，你在画红唇的时候，它看起来会更扁。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适合画什么样的颜色，或是说它要不要把嘴唇再稍微画大一点点？其实是需要的。哦，来哦，所以我们可以就有几个方法，一个就是你用那种雾面的口红，是先把唇形勾勒出来之后，再擦亮有亮泽的唇蜜。那另外一个就是直接用唇线笔。好，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用唇线笔了，因为我们都觉得唇线笔感觉比较老派。对，但是其实不会呢。对，其实唇线笔就是要用的比较巧妙一点。老师来帮张文琪改他的唇哦。那他的唇呢，就是他两边的宽度比较缺乏，对，所以老师帮他把唇稍微画宽一点。对，然后我们讲说那个微笑唇有没有，就是说你常常看到这个人觉得他在笑，其实很重要原因就是这个上唇这个位置它有没有往上勾的感觉。哦，一点点往上。对，有哎，哦，有差哎。我一见你就笑。你卖差了，给你。就是我们先呢，就是把它的唇形稍微，当然说你在画这个唇线笔，不是说画到夸张到，除非你要今天画一个特殊彩妆。哎，老师，你拿那个颜色好好看哦，它是有点，它有点那个玫瑰，对，有点玫瑰色。干燥玫瑰的那种颜色，对，就是有点豆沙，有点玫瑰的豆沙色。那我们等一下会再就是画唇色上去，所以就是它原本的颜色会被盖掉。了解。然后下唇呢，因为就是不特别夸张，所以就是照它原本的唇形稍微描一下。嗯，所以如果说你是上唇比较薄一点点的女生，你也可以用唇线笔，这个好，把你的那个唇勾勒稍微大一点点。真的哎，这个要选什么样的肤色？这个啊，这个啊，就这个啊。哎，不是哎，刚那只嘞，是这个吗？是这个头吗？不知道跑哪去了。这一只啊，这一只啊。所以一般就是要用这个肤色的，我要用这个肤色的唇。没有啊，其实帮你用这个颜色。最主要是看说你现在你画的口红是什么颜色。好，老师你要帮他画什么颜色口红？对，我正在努力的看。他如果是文琪，他是比较稍微个性比较男生一些些的，比较男孩的，会比较适合画什么颜色的？其实我觉得因为他的。
这个肤色，像我会先以肤色为主，比如说它比较适合什么颜色，比如说刚才感觉是橘色，对不对？所以我口红可能也不会擦得太冷色，哦，可能还是尽量以它的肤色里面去找适合的颜色。哎呦，这个颜色好漂亮哦！哎，这哎，它真的不太适合画红唇呢，因为我现在帮你现在帮它改了那个颜色之后，我觉得真的稍微加一点，这个颜色蛮哎，文琪这个颜色蛮适合你的。你说这是什么颜色？没有，是加一点点橘，有点橘的颜色。然后呢，就是画法就是不用，就是稍微也是像这样，就是有点点暗点暗，比较轻松的画法，不用把那个唇色填得太满。了解，就是其实现在不太流行把唇色填很满啊，就稍微有一点点瑕疵，其实很漂亮。好美好美哦。然后呢，因为它这旁边是往上有点加宽的，对不对？所以你的唇色一定要带刀。哎，文琪，我觉得你以后自己化妆真的可以把你上唇画的饱满一点，因为你这样看起来真的很正。因为你刚上唇看起来太薄了，有些人说唇薄的人会看起来比较什么薄情还是怎样，可是你明明就不会。薄情，薄情，薄情，薄情。喂，然后突然有点敏感。我先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唇形有没有看到，就是整个唇形是不是就变得比较完美、比较饱满的感觉？然后呢，可这时候呢，它是雾面的，对不对？雾面是比较时髦，可是呢，因为它现在是要去约会嘛，是，所以呢，我们加一点点唇蜜，像男生想揪的感觉。对，所以呢，因为它的唇比较小，所以呢，它很适合加这种唇蜜。可是它通常加了唇蜜之后就。它的唇形又不见了，所以我们底部呢一定要先把唇形塑造好之后才能再加唇蜜。所以他老师现在最上面帮他上了一个有点透透的橘色，对，就是不要让这个红再更红了，让它变淡一点点。水嫩就是很想揪的那种感觉。对，一堆人说你为什么楼歪了？什么楼歪？你跟我刚才讲说很薄情哦。很多人说这个颜色很适合文琪哎，啾咪啾咪啊。然后稍微压一点，对，不要太过头，就是一点点自然。好看，好好看哎，对，这样气色感觉好好哦，而且感觉是甜美的感觉，是不是？是，好。谢谢老师拯救了文琪，谢谢老师，我终于可以恋爱了，就这样出门吧。那你赶快把你的那个颜色粉底换掉，换别的颜色，好不好？等一下就马上给老师买。好，当然了，我们待会儿呢，文琪告一个段落之后，我们等一下下一位要请到的女神是曾志熙，我们来看一下志熙的 VCR。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熙，今天就要来教大家做一些臀部跟脚的训练哦。第一个动作，仰脚。打开，脚尖朝外，膝盖要跟脚尖是同一个方向，然后背打直，直接蹲。起来的时候屁股要夹紧，这样蹲，夹，然后停个一秒，蹲。记得膝盖不要内缩，这样子。这个动作做12到15下。下一个动作不是要开合跳，我先做慢动作的，这样子，90度这样，然后回来。然后换另外一只脚，我是要用跳的，左右转一下，然后跳个12下到15下，整个动作这样算一组，每一组中间可以休个30秒，这样总共要做4组。下一个动作是往后踩，往后回来，往后回来，往后回来，也是左右转一下，大概12到15下。第二个动作就是跳，整个动作也算一组，15下。第三个动作是这个，找一个地方撑着，然后这个脚要90度，这只脚尽力的往后直，身体不可以歪，然后撑个1秒2秒，然后这边踢完之后换这一只脚，一样。这个动作呢也是左右脚大概各15下，然后就做完了，这样子也就一个翘翘的屁股哦。哇，志熙的 VCR 好精彩，要教大家怎么样运动来瘦身，然后练出漂亮的线条。那当然呢，我们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志熙。大家好，志熙
其实平常皮肤真的超好，你平常大概花多久时间可以出门？如果因为平常我可能就画个眉毛跟口红我就出门了，所以很快。如果没有工作的话，所以眉毛跟口红这样应该十分钟哦，应该大概三分钟了。三分钟出门，眉毛都这样了，粉丝帮你加分。眉毛。好，那你帮我们分享了没？分了，哎，我看一下，确认一下。然后待会儿呢，志熙的粉丝要做一件事情，因为待会儿志熙要挑战三分钟要完成一个妆，但是最多最多呢，可以争取到六分钟。怎么样可以争取到六分钟？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分钟之内，赶快帮志熙狂按爱心。如果按爱心呢满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就会帮他加到六分钟。不然其实他三分钟，我们要叫他挑战是什么？你今天要帮你出一个题目，就是有时候啊晚上你想要去跑个趴，嗯，然后呢就跟姐妹去夜店跳个舞，然后烈焰一下。今天要自习要挑战烈焰妆，但是哦，平常大家都会觉得说跑趴是不是就是要画很黑啊，然后眼线很浓？没有，我们今天要让你用大地色系，你挑战用大地色系的颜色，对，然后去挑战烟熏妆，好吧？哦 ，OK， 大地色系 OK， 可以哈，可以可以。然后老师，你觉得志熙，你对他有没有信心？我觉得他好像还不错哎，哎，但是我真的很不会叠眼影这件事情。你不会叠眼影，因为我平常都不画眼影，我都画眼线而已。哦，真的好。那接下来，哎，什么？现在是什么？有爱心了吗？有啊有啊，旁边都有爱心海，好不好？大家帮甄志熙、甄志熙按爱心。那现在你在旁边直接帮我计时好不好？好，计时三分钟，开始了吗？开始，开始。我要先画眉毛，因为刚刚文琪没有画眉毛。是，今天在现场的志熙，他也是属于呈现一个素颜来现场的状况。他今天要挑战，现在目前志熙拥有三分钟的时间，要画一个烈焰妆，就是可以出去跑趴的妆。那接着下来的粉丝们，你们就要帮志熙多按爱心，拜托帮我刷一下。笑脸，笑脸跟赞都不用哦，只要一直狂按爱心还就可以了。因为我三分钟真的画不完啊。对，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帮他争取到有六分钟的时间让他化妆。三十秒过了，三十秒过了，哎，好多爱心海哦，那么厉害，拜托拜托。对，今天志熙要挑战是跑趴妆。哎，其实我觉得他的底算好的，因为他的眉毛，对啊，他的眉毛状况非常 OK 啊。稍微补一点眉粉就好了。好了好了，他补的实在有一点特别的，没时间了。然后好，我就先用这个亮亮的好了。哦，跑趴妆，一分钟竟然过去了，这样子有吗？哎，我觉得你们，而且志熙你不用打粉底对不对？如果很有时间，很有时间的话，我也想啊。哎，你们赶快按爱心，让志熙可以画六分钟啦！拜托拜托。爱心给他刷起来，43秒。哎，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这节目有问题的是票票，你们就是逼死人不偿命。他们怎么可能会在三分钟之内画完？讲两句话，讲两句话就超过了。深一点，深一点。粉丝一直狂按，按到手，按到手都快抽筋了。粉丝加油啊！好，现在志熙呢是用一个比较深色的眼影。比刚刚更深一点，对，在眼褶的部分再加一点黑色，再加一点深一点的颜色。有啦，他很有心想画眼熏，对，只是不晓得画起来怎么样而已。哎，爱心还，哎，我给你看一下，给你一点鼓励，爱心还很多，两分钟过去哦，快点，他很多爱心哦，快给我爱心，加90，哎，我直接先画下面好了，加93秒，很多人都说手抽筋，1分8秒。廖振宇，你不要喊志熙的名字，你赶快帮我按爱心喊。帮我按爱心。现在确定加1分半。确定加1分半，所以还有4分半可以画。天哪，也太早了吧！快点画，赶快画，快点画。是吗？我要完全挡死。罗星星说6分钟护全妆。哎呦，哎，加速加速。蒋海义同学说，票票你自己上来画。我可以哦。3分钟，三分钟是可以画个什么鬼？好，现在3分钟是倒数10秒。三分钟已经倒数10秒，哦，现在志熙在画眼线喽。我现在好紧张哦。他现在正在完成日间淡妆这个部分。哦，日间淡妆。party 妆什么？ party 妆什么时候才会有啦？对啊， party 三分钟到了，你还有1分半。我搞不清这眼线是什么意思。James 说按到手都快断了，哎呦不行了，我好想帮他画，哎，这手会错哎。飞
燕维说志新加油，志熙加油，我按爱心手酸没关系。云线说志熙素颜也很漂亮，并说放轻松慢慢来。好，我怎么可能可以放轻松慢慢来啊？我们就是急得要命。我决定我先画一只好了。怎么了？这是什么东西？他拿了一个黑色，黑色的，这是下面的超级无敌黑，画下去，快点，快点，黑色我涂多一点。涂在这里可以吗？对，因为你知道晚上跑趴那个光线都看不清楚。对，跑趴的那个妆真的要很重。对，是吗？因为会被吃掉。对，会被吃掉。你晚上光那么暗，谁看得到你啊？那还要再高吗？高一点，高一点，低一点，低一点。下面呢？这样还不错啊。有你后面加上去有感觉。甄嬛正说你怎么样都漂亮啊，这样子，有。然后我这边这样下来一点，这边先不要，对，先遮眼，然后口红。有哎，我觉得有呢，有哈，有有感觉，有感觉，有感觉。现在还有20秒。我真的觉得你们给的时间太少了啦，你们下次发两个人就来就好了，让他们多一点时间。那我们可以一个人画半个小时，赶快再多画一点，快点，赶快再多画一点，快点。很多人帮志熙妹妹加油。好了吗？准备要倒数了哦！太快了！你们真的很过分哎！你们真的很逼人！太有感觉了！妈，这不是干嘛？现在是干嘛？剩下黑眼圈，六五，剩下四三二一，好听众！你们这两个完美，有吗？这样还 OK 吗？就是跑趴的时候就把这边牵扯起来，弄一半就好，画一半就好了。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曾志熙画怎么样都很美啦。对，有吗？对，好，来，老师，现在我们就换到我们老师的时间。思琪老师，因为我们要拯救志熙，今天是要画一个快速跑趴妆。我跟你讲，你们这真的都不合理。我要帮郑志熙讲话。通常我们在跑趴的时候都马画很久，谁跟你快？谁要跟你快速跑趴？我们还要戴睫毛，我们那个假睫毛都要弄到很浓。一般的总是需要快速。那是你们，那是你们。我们身为一些女艺人跟女明星，对，我们爱画多久就画多久。快速跑趴这个不合逻辑，不合逻辑，不合逻辑，你们太不合逻辑了。这样我们帮郑志熙讲话好，但是就是他们就是这么残酷，就是这么残忍，好不好？好，老师，我们来拯救志熙。他今天要画那个烟熏妆的感觉，但志熙其实刚已经拿很重的颜色，很重，拿黑了，看起来为什么还是那么淡？你为什么苦笑？其实还不错啊，还不错，真的就是还不错。为什么都擦掉了？没有，我是。涂掉，很卸妆。不是，因为很多粉掉下来，我看了有点不舒服。有点，对对，好贴心哦。其实他的妆就是有画的比较重了，不过这比较偏，应该是比较白天吧，对不对？白天比较浓的妆一点。还没要去跑趴，还没。那如果真的是晚上要去跑趴，有没有办法真的能够快速完妆？有，其实它的重点其实一个就是说把那个颜色的深度再加深，然后范围再拉大一点就可以了。好，来哦，老师要动手咯，两步骤就可以了。好，各位在线上的妹妹们，你们一定要学起来。假设你们跟票票一样，就是没时间，然后你们想要快速跑趴，然后一下班5点钟，拜托那夜店都还没开，好不好？你真的太过分了。加班完了之后还要去夜店？看一下。就是要从给老板看的变成给男生看。对，那我觉得就是夜店妆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形状其实蛮重要。有时候你涂很多眼影，其实那个光一那个昏黄的光一打下来，其实看不到。对，所以呢，他比如说你往前看哦，他的眼睛其实是蛮长、蛮美的。对，就他的他画出来，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位置呢，再把它拉大一点点就好。眼尾的部分对不对？对，其实就是那个范围加大，然后让它变好看就好了。哇，老师你拿这盘好漂亮啊！对啊，这什么东西啊？不要这样，等一下找到。这盘也还不错哦。这一盘虽然这个亮亮的好美，这个好美哦。这盘给各位看一下，老师现在拿的是这一盘。不灵不灵，碎。对，这盘就是非常非常大地色，然后它有金色啊，然后也有金葱，也有雾面的，要用这盘来帮志熙画。夜店好像很需要这个，夜店好需要这盘的，夜店好需要这盘。对，这一盘非常适合就是晚上跑趴的时候用。老师现在拿出了一个什么东西？拿个水儿。拿一个水儿。对，因为让它快速变浓。好。如果我们要快速变浓的话，老师刚刚在。喷了一点水，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老师在上面喷了一点水，
啊，这个牌子不重，就是不是重点，就是随便拿一个盘，然后在旁边喷一点水。对。然后呢，老师现在喷完水之后呢，现在是用喷水沾一下那个笔，然后呢沾了这个颜色。对。好，沾了这个颜色，比较深的，深的这个颜色。快速，快速。看一下前面哈。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妆，对不对？我们再把它加一点眼尾的部分。对。哦。哎，小心哦、喔，那往前看、喔。马上眼线就勾出来，往下看。对，稍微忍耐一下哈、喔，我稍微把轮廓加深。妙妙，你说对了，妙妙帮我们公布答案是什么牌子的，好不好？看一下哈、喔。哦，像眼线笔的感觉。张有缘说：“志熙真是天生丽质，对他眼睛超漂亮的、啊。”对，他眼睛非常是，然后有一种妩媚的感觉。对，然后又有一点甜美。嗯，他就是可以甜美，也可以妩媚。对，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加内眼线，就是让他有一点这个、哦、神之手，就是有一点那个猫眼的感觉。对对对。所以如果我们平常想要快速画出这样子的感觉，又不想要眼睛脏脏，你可以用像老师的方式，用一个眼线一笔，然后呢喷湿了之后沾一点水，然后呢在雾面的这个算是眼影吗？对，那是眼影，在雾面的眼影上，就是老师刚用的是深咖啡色这个雾面的眼影，前面哈，然后沾完之后就直接，现在老师上在志熙的眼睛上，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快速的帮助大家把颜色上去。其实很多人的烟熏妆的问题就是画了很多颜色，可是看起来很脏，对，很脏，就是感觉画了很久，可是画不出效果哦。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们再加一下眼影就好了。哦。现在再加一下眼影就好了。对对对，我觉得烟熏妆下眼线感觉很重要。对，差好多，而且你这样看起来就很妩媚。嗯，然后比如说我们，我脸是不是歪了？哈哈哈哈哈！这样下来好了，每次都要演一个歪的那个。好，老师现在用什么颜色？我用的那个中间的咖啡色，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咖啡色，有没有？像这种中间色的咖啡色。对，然后呢，我们来就是上眼影加一点点，往上晕一点点哦，就是把它刚刚的范围再加大。哈哈，陈信怡说宜佩来快速完妆一下。你说烟熏妆吗？我现在开始画一下。我看一下你哈。很多人都在说曾志熙的眼睛很美，志熙眼睛超美的。所以它这种，它就是稍微加一下这种上下眼线呢，它就会感觉是。眼睛就是有那种女人味，而且有那种是很神秘感，有差哎、欸。你看他另外一只眼睛就大学生，就是大学生啊。对，就是。我觉得不是无神，就是比较清纯。然后你现在老师在帮你画，就变成比较成熟。哎、欸，这可以唱，等一下唱情歌哎。对，哪一首？你要唱哪一首？男女对唱，真的好。你唱啊！好，这样看哦、喔。好，那我们这个下眼影有没有，就是让它做一点层次哦， oh. 因为光是眼线太立，而且就是它的层次感不够美。好美哦，这可以学起来。对，心仪说下眼妆很重要，然后仲成说志熙是天生的最佳 model。然后呢，我们再讲一下，往下看哦。其实我觉得这个步骤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因为你偶尔也是会遇到说你想要去夜店稍微狂欢一下，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可能上班的妆容就是可能像志熙原本画的一样淡淡的。对。那你有没有办法用一个眼影盘，然后快速变成浓比较浓的妆，然后又不会眼睛脏脏的？对对。好，老师现在帮志熙刷上要帮刷志熙刷睫毛膏。对，我想看哦。那我们就简单刷一下这个上下睫毛哦，有差哦，哎，而且志熙你的睫毛很长哎，真的吗？但我的睫毛算稀疏哎，啊，有吗？不会，这样算是根根分明，会讲话，会剪破啊。好，上睫毛把它刷上去。对，然后我觉得睫毛最主要呢是要刷得干净，对，而不是说把它刷得90度这样。对，就是说，因为这个眼妆它本身已经有那个力道了，超多的，所以如果你再把它就是刷得太锐利或者是太强烈的话，这个眼妆它那个神秘感就不见，就会变得很凶。是，所以其实只要这样子就可以了。没有，因为其他很多人画烟熏妆，有些人看起来凶，有些人看起来是妩媚，然后有神秘感，对，所以。
就在一点点小小的技巧的差别。对，老师现在加什么？加一点红，红，因为今年就是流行红嘛，这两年都流行红，所以如果你的烟熏妆里面，这个颜色是哪颜色？是这一盘吗？对，天哪，我想要这个。这个卖光了，这盘很厉害，这个卖光了。对，这个国外还买得到吗？这个是限量的哦，它一下可恶，什么东西不用转过来啊，因为买不到啦，买不到了。老师刚帮志熙加的这个颜色，红色好美哦，超美的，买不到。对，其实只要就是一点点那个流行色，就是你的这个底妆上面，就是眼妆的底色往上看一下，加一点流行色，你就会觉得眼妆好像换了一个那个效果。哎，志熙，我觉得你其实也蛮适合画烟熏妆哎。真的吗？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以前都超不敢尝试的。不是，是因为大家把烟熏妆想得太凶了，或者是说太厉了，对不对？哎，很漂亮哎，转光了，真的真的好。但是你看哦，老师刚刚有画跟没画差多少？来，志熙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支是要去跑趴，这个就是大学生，有没有？所以其实。你加了一点烟熏妆，而且重点是你快速可以完妆，眼睛又干净。干净，对。谢谢思琪老师，谢谢思琪。那你待会兒乖哦，你去帮另外一只，照着老师的方法。好，慢慢。那这盘我先带走、哦。照着老师的方法，好。好，慢慢练习。等一下还要用，等一下还要用，等一下还要用哦。好，接着下来呢，我们要进一个 VCR。那进完 VCR 之后，我们要请到第三位女神。那这个 VCR 呢，就是海豚徐薇涵帮我们拍的，也是运动前伪素颜妆，来看一下。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平常运动前，运动也是很重要的保养哦，必须先上隔离。隔离这种慕斯状的很清透，底妆大概就是还是会稍微的看到一些，还有这个一瓶搞定的。素颜霜，咦，看起来有化妆，咦，有没有化妆的？素颜霜、蜜粉，稍微扫一下，定一下妆后呢，我就会画眼线。啊，今天用的就是棕红色的眼线，看起来会比较温和，就是刷一点存在感。这就是我平常运动前的妆容，这应该五分钟就可以搞定了。好的，运动前的心机妆，然后让大家觉得你好像是素颜，其实你是有上一点点淡妆去运动。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欢迎第三位女神徐薇涵。嗨，大家好。哎，你现在到底喜欢大家叫你徐薇涵还是叫你海豚？应该是海豚比较耳熟能详一点，薇涵好像在邻居在叫我的感觉。海豚，所以可以叫你海豚吗？也可以。哦，好好好。那接着下来呢，海豚要帮我们挑战什么妆容？其实很简单，就是同事临时找你去联谊。哦，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你很常去联谊吗？你应该不需要联谊吧？这些同学会约什么？就是临时跟大家一起出去吃饭、聊天之类的。那有没有你自己化妆，你最想要掌握的重点，以及你大概要花多久时间可以出门？我其实化完整个妆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蛮快的。五分钟？对对。你都化哪里？当然就重要的就是脸的部那个修容的部分了。哦、oh, ，因为你觉得你脸比较憨灵憨灵的，对，憨灵的部分，然后打亮加修容，就看起来大概比较脸比较小个三。老师，你是我们是不是都很羡慕这种胶原蛋白的脸？对啊，他的脸感觉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充满了弹性跟胶原蛋白。我觉得中那个元宵节都不用去买了，两颗好。所以今天呢，海豚要帮大家挑战的就是可以快速的去。赴约，然后呢，去临时的，就是去那个叫什么联谊、对，所以呢，它的重点就是要修容。那一样哦，我们先给他三分钟的时间，请大家赶快按爱心海，让爱心海一个爱心就是代表一秒钟，我们可以在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帮海豚争取到多少时间，看可不可以画六分钟，好，好不好？拜托大家了。好，那现在你就要马上开始了，预备备，开始。因为我现在这个素颜，所以很重要的是先。打底吗？哦，好的，隔离霜吗？对，隔离。这时候你还有时间上隔离霜？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因为我真的是素颜。刚刚看到两位姐姐们，完全没有，因为我经纪人说你就素颜来就对，素颜来就对了，怎么办啦？好像太多了。你真的很单纯哦。对啊，太单纯了。我好，爱心海不要停哦，拜托了大家，赶快帮我按爱心。可是隔离很重要，对啊，因为它那个什么修容算是底妆的一部分，对，所以我觉得要。就是真正给他素颜来，可是他真的大素颜哎，对，可以看出来
年轻就是本钱，对啊，突然觉得多么脱皮的部分，多么脱皮的部分。哎呀，好紧张哦。然后很重要的是打量，你我有涂好吗？对，你隔离霜没有涂完、哦。我等一下这样很难改哦。啊，对不起老师，我只上五分钟。好，然后接下来是什么？这个就是打量大概 T 字部位跟。哎，你这会不会太多啊？会。李佩姐，你要隔离一下吗？我不用隔离。哦，不用哦。啊，这个蛮贵的，可以隔一下。你要隔离一下？哎，有没有人要隔离一下的？说直吞笑哎，天哪！好，然后他现在要开始打量。对，国太多了吧？因为我对啊，我不然挤太多。你这样是不是整脸打量？我是想要让老师可以帮我改造更漂亮一点。可是你不能底太，不能底画太离谱啊，这样老师很难改。对、啊、哦，好，就大概 T 字部位跟这边都打一下、嗯。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快速出门的这个就是素颜霜的部分。哦，直接就上素颜霜了。对，因为有隔离过，我就其实不会加底妆。哎、欸，现在年轻妹妹是不是都很就是很。很依赖素颜霜，这个又不够、哦，因为他们的哦才加二十秒。哎，大家，哎，你们可不可以降？降头发水力耶，我哭了，帮他加一分钟了，你们这样很过分哎。那应该时间快到了吧？如果只有二十秒。对啊，哎，快点修容。怎么办？哦，对，我要修容了。大家赶快给帮海豚加一分钟了，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嗯，好，帮他加一分钟。不，他哭了，我哭了，而且我只带到一支刷具，我死定了。你要什么刷吗？我想要，你要修容吗？对，我要修容。慌张，他要慌张、啊。不要，这可以吗？这可以，这次刷那个腮红，对，然后还带一点。你的时间不多了，好、啊、慢，有种时辰要到了的感觉。时辰要到，很多人都说很努力帮你按。原本3分钟20秒。妙妙妙妙妙妙说很努力帮你按哦。谢谢谢谢妙妙，刚有听到妙妙的名字。哦，然后他现在用一个那个有够极度深的，但只要用一点一点点那个修容，然后就修我最在意的那个婴儿肥的部分，哦，比较夯拎的部分。哎呀，我时辰到了。然后你还有一分钟慢慢画，还有一分钟。啊、真的啊，我其实修容就这样哎，就这样。你要不要把它修的细致一点？老师要怎么细致？怎么办？我真的只会这样哎，然后因为可以画眼睛，就看起来五官比较立体的。好吧，那你就再补一下。那补一下。还有眉粉，对，眉粉。对，眉粉，我再带到鼻影。哎，有一个人说，谁？蒋海义同学说腮红不要太多，不然会显胖。没有啦，腮红也是要看画。这不是腮红的问题，是我真的脸的问题。你误会了，不好意思。对。然后画眼妆，20秒啊，是20秒哦。他现在画了眼影，对，就让眼睛比较大颗，就感觉视觉效果脸应该会比较小一点。这也是没错啦，嗯。老师，我还是有点概念。哎，我真的觉得你们给人家三分钟很过分。我就算我在三分钟，我会在现场骂脏话。我心里已经有很多脏话了。三，怎么啦？好了，我放弃了。老师救我！你真的很容易放弃，马上有一哎，老师救我！好，老师赶快救他，好不好？可能观众想看老师的神手，妙手回春。好了，老师赶快救他。好，这个他我们现在这一次是要修容是吗？对，要修容，要修容。那我稍微拨一下可以吗？我粉刺掉一半了。哎，他的底，他就是他，因为他刚才太急了，所以他刚刚那个什么隔离啊，嗯，素颜霜好像都没有推均匀，没有推均匀，所以脸上都一块一块的。可能是我最近皮肤太干有关。哦，对，你这边在脱皮，他在脱皮。然后你看一下他的修容，就是完全有没有是画出一个络腮胡的？有看他这一块？你是猴子？是不是猴子？你属猴？我猴急。这个真的有点离谱哎，而且还有画出一个那个嘴角纹的感觉吗？这一条对，有一个木偶纹的哎，他的年纪应该不该有木偶纹哦，他可能时间太短太急了啦。好，来了，老师帮他弄一下，赶快救他。对，假设如果说像海豚一样脸比较夯拎的女生的话，嗯，要怎么样修容才可以让脸看起来变小？其实我觉得像他这种就是比较
那个肉肉圆圆的脸啊，其实不是不好看，他现在只是需要立体感，所以我觉得在修的时候呢，但是不可能修成像那个什么，就是 V 型脸，他只是把这个圆形脸呢，你看一下正面好了。嘛，他圆形脸的这个范围，就像他这边盖头发的意思。他脸，我超想捏他脸的，他看起来很好捏。对，就是嘛，他这个圆形脸哦，看，不好意思，看一下正面哦，就是这个范围把它缩小一点。有没有？那他这边，他这边脸比这边要小，有没有感觉？这边比较小，真的，对，应该是吧？你的正脸，所以我以后要左脸这边要修更多，有没有看到？了解。然后呢，因为他擦的那个素颜霜呢比较白，所以其实是最好只要擦 T 字。然后最好不要，所以如果素颜霜根本就不要擦到旁边，因为旁边就变白，白就变胖。对，而且因为素颜霜就是其实也没什么那个修饰的效果。是，所以我们来重新来帮他那个就是来做修容好了。好，那我们先一样哦，先来打亮。就是刚刚那个，因为呢，我们现在脸型呢，因为你看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宽，是因为这个距离太宽，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的那个立体感是往前拉哦。所以呢，比如说像中间立体的部分，这个东西在老师手上看起来都好好用，对啊，要命耶！我自己也有，可是完全不会用，看一下。就是有没有？你看他的脸旁边，剩五分钟哦。哦，真的啊？好好好。很快，对啊，好，这是韩国牌子哎，对，这是一个韩国的牌子。好，比如说我们先把中间立体感抓出来。哎，你这镜头上差好多。对啊，那这边呢，中间提亮之后，这边是不是就会缩进去？对。好，那现在就是立体感抓出来之后，就开始做修容。哎，这台湾买得到吗，老师？哎，我不确定哎，应该看起来好好用，应该代购有吧？这看起来好好用。这只好想要，我家要囤一百只，打亮，囤一百只。而且脸已经很小，看一下正脸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刚刚已经提亮了，对不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把看到阴影的这个部分，尤其是这个位置，就是他这边最在意的。哦，真的假的？感觉要弄很多哎。对。啊，这么多？真的假的？就是那个络腮胡的部分呢，把它。整个涂上去，嗯，哇，然后再用，哎，老师，你现在手上那支是粉底刷吗？对，粉底刷，把它晕开。对，就是把你看到有没有，就是刚刚，就是这个位置是不是他的脸应该要有的位置？对，饱满的位置。不要这么说嘛。然后呢，我们把需要这个修深色的地方涂上去。有哎，对，整个凹进去了。哇，原来要这样。就是不需要的地方呢，我们都是直接大胆的涂上去就好了。就是你不想要它跑出来的地方，就把它大胆涂上去。对，看一下。所以如果是像海豚这样真的脸比较圆圆的女生的话，其实就不用拿那些粉啊，就是直接用膏。对。然后因为她其实年轻嘛，她皮肤都还不错，所以就是有时候反而不要粉底打那么多，直接做修容。嗯。只要是这个修容的颜色，不要跟她肤色感觉很像那个。有哎，这好厉害。海豚，你看一下你的啊，你啊，你这样转过来就看不到，差超多的这一块，差超级多，你回家看，你回家看。不是，因为他刚刚明明是这边脸比较小嘛，对对对，所以这边其实就是你只要这样修，而且最重要是刚刚这一块我不管了，这块是他刚才修太深，就是你这样侧面看过来呢，最重要就是不要像这样子，就是被人家看得出来你做了哪里做修容，你只要是跟皮肤贴在一起，别人会以为说你真的是这个是你原本的肤色，没有太大的感觉。好厉害哦！而且一大堆人在上面说，老师手上那个看起来都好好用。对啊，神手，妙手，太强了。因为刚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画，因为我都画错了，画错好多年了。好，让我再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哇，差超多的哎。嗯，所以其实像他的肉肉脸，其实稍微用就膏状的修容。那如果是他这样直接膏状修容修上去，就不用再用粉状，对不对？如果他今天比如说夏天要比较持久的话，他脸真的变好小啊，吓死人了！不是你脸要这样，不是有这样子？对啊，你看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你就会显得这边的脸型是这样子顺下来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边有没有，你就会显得这一块是不是很大？真的，就是这个范围感会，你看，而且这一块一大之后，你会显得法令纹会跑，哦，对不起，法令纹会露出。年轻非常年轻的女生，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脸都有优缺点，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缺点给盖住，把优点给凸显出来。对，可是就是看起来还是像你原本那个样子，只不过是因为化妆做了一些修饰，让自己看起来更有精神这样。了解，哎，所以海豚，你平常自己是不是都没有这样画过？我就刚像刚那样子画，原来我都画错了。是是是，所以呢，像海豚一样的女生，你就可以用老师的像。这样子的修容的方式，天哪！你现在脸超级一大一小，我现在要这样子跟你朋友。老师，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真的给你出了三个难题？下次你是不是要跟票票讲说两个人就好了？没关系，可以五个人。五个人吗？五个人就要逼死我，直接做两个小时。真的真的，我们节目要做两个小时，可是每次老师来都可以教我们很多小小的 paper， 我们会把它剪成短板，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分享。今天非常谢谢尤思琪老师，谢谢海豚。我们不准不漂亮，下个礼拜二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谢谢。九点喽。